大长腿，小迷你，这是短腿。来，老公上料，加点红油。多加点。又到了吃小迷你的季节哈。哇，哇塞，春天了，开始有大米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是鱼子。嗯，像吃米饭一样，有点噎人，但是特别有营养价值。嗯，有黄油吗？嗯，太干了。造个大海螺，把这个盖子给它取开，然后这里面都是肉。来，老公给我筷子用一下。嗯，哎，对，这个插上去，然后旋转，顺着它这个螺纹旋转。哦，哎，看到没？这是黄，这个是黄哈。啊，把这个上面有个苦胆哈，把这个苦胆给它取掉，里面有一个肝脏哈，大坨的，把肝脏给它挤出来。哎呀，这个肝脏不能吃，其他整个都可以吃哈。阿肉，来加点红油。啊，哇，大肉，这个是黄，你把黄吃了，老香。嗯。麻麻辣辣的，脆口章鱼啊，这么大一根啊，嗯，老香了，嗯，特别酥脆，嗯，吃两根，晚上不用吃饭，吃饱了。